新闻主播王于晶，担任多种节目类型的主播。她转型成为谈话性节目主持人后，大气且专业的表现备受好评。王于晶与老公婚后育有两女，但身为人妻的她魅力依旧不减。近来她带着新造型亮相，俏皮可爱的短发以及一身成熟的装扮，俘获不少男粉丝的心。不料近日却被同台节目主持人吕慧敏开酸她男扮女装。据悉，网络上近期流传一张王于晶8年前的工作照，从新闻的标题330太阳花黑潮，不难推测是多年前旧照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王于晶当时顶着一头超老派的长发，搭配黄色系的服装，看起来很俗气也不讨喜。王于晶透露，吕慧敏看了照片后问他为什么要扮女装，更自嘲为什么自己戴的假发没人找他代言洗发精，幽默的态度引发爆笑。